奉朝廷的旨意，彻查境内一部入京刺杀皇上的人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天上地下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哎呀，一会儿见了我爹娘，我该说你是谁？你就说我是一个反贼，咱们来个内外会议，搅他们天翻地覆。 刺杀谋逆的朱棣一脉，为父母报仇，迎请建文皇帝回宫。众将，他们手上不会再沾血。严不正也要打？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我本来就是。 皇后，现在老天爷把他们娘俩偷走的东西还给我们，这是天意。皇上是龙，长大了是要揣窝的，是要吃青羊的。我现在不是小孩了，朕要亲政了，这些才是皇上。 我朝是王者之师。这世界很酷。